大家好啊，我个 friend 咧介绍咗 Taylor Swift 嘅演唱会咧俾我睇啊，然之后我哋就一齐去咗环宇城度睇。哇，估唔到原来佢嘅演唱会系咁好听嘅、哦，70蚊睇佢一个75,000人爆场嘅 SoFi Stadium， 简直系值回票价。喺我完全唔识佢啲歌咧，都可以正面地欣赏佢成个舞台效果，绝对推荐咧环宇城嘅 2D Max 啊！